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最近，一向以儒雅形象示人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却以强硬行为频频引发关注。面对俄乌冲突，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改变了俄罗斯传统盟友的姿态，托卡耶夫甚至当面叫板普京。而就在今年年初，托卡耶夫正式借助了俄罗斯主导的吉安组织之手，才平定了国内骚乱。他的政治生涯也是从苏联外交官起步，被视为与俄罗斯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深爱外交惊涛骇浪的托卡耶夫是在乱中取利，还是长久之谋？他又如何搅动地区的利益格局？凤凰聚焦今天关注托卡耶夫在美俄争夺加剧下如何带领国家寻找新站位。Касым Жомарт Кемелевич,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вопрос непростой, на него по-разному можно ответить, но все-таки я не могу вас не спросить о вашем взгляде.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 это уста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Но два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нципа, заложенных в устав,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ришли во взаимно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Эт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ая целост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о нации на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Отцы-основател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этот момент, видимо, в свое время. 托卡耶夫说，如果放任民族自决权，那么地球上将不是193个国家，而是出现500到600个国家。这是在今年六月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托卡耶夫当着普京的面回答今日俄罗斯总编辑玛格丽塔·西蒙尼扬的提问时所做的回答。托卡耶夫此言一出，一时间舆论哗然。西方媒体报道称，普京刚刚在年初帮助托卡耶夫平定哈国骚乱，此时却与普京公开唱反调。托卡耶夫的表态一时让人摸不着头脑。今年年初，哈萨克斯坦爆发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骚乱，全国一度进入紧急状态。在国内军警无法平息骚乱的情况下，托卡耶夫向以俄罗斯为首的吉安组织请求出兵，骚乱才得以平定。由吉安组织派遣部队迅速地平定了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乱局，同时呢，他打出的形象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和国际上，就是说我跟俄罗斯，我跟吉安组织靠得很紧密啊，国内如果再有政变或者动乱的话，我可以继续地借俄罗斯的兵来扑灭国内的火。半年后，托卡耶夫却在俄罗斯的主场，当着普京的面，公开说出不承认顿巴斯地区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两个州的独立。此番表态后，有人指责托卡耶夫忘恩负义，是普京在托卡耶夫政权受到威胁时帮助了他，他应该投桃报李，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托卡耶夫那么当面在普京面前说不的情势下，那普京感觉有点这个养了白眼狼的感觉，就是在你遇你危难的时候，我曾经然后鼎力相助，而且不但鼎力相助，是把你有之前的一个又没有完全掌握实权的一个总统，我让你有机会完全掌握了实权，所以你应该对我说声感谢。就在托卡耶夫发表了不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两个共和国的言论后，俄罗斯就以黑海沿岸新罗西斯克港有二战时遗留的水雷为由，暂时关闭哈萨克斯坦通向欧洲石油管道。此举被认为是普京对托卡耶夫的报复。6月21日，卡塔尔经济论坛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正面回应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托卡耶夫表示，作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是哈萨克斯坦可靠的盟友。7月初，俄经贸与卫生调查局以一些技术问题会导致石油泄漏为由，再次暂停哈萨克斯坦管道运营30天。近日，托卡耶夫签署法令，退出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同时指出，通过里海寻求哈萨克斯坦出口石油的新通道已成为国家的优先任务。以上种种，媒体更多的解读为俄哈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托卡耶夫是在走钢丝。这位从哈萨克斯坦开国领袖纳扎尔巴耶夫手中接过权杖仅仅3年的新总统，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
又如何赢得纳扎尔巴耶夫的信任？他当着普京的面拒绝承认卢甘斯克、顿涅斯克两个共和国，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卡西姆·诺马尔特·托卡耶夫，1953年5月17日出生于哈萨克斯坦南部城市阿拉木图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哈萨克斯坦著名的作家，母亲是阿拉木图当地外语学校的员工。在母亲的要求下，托卡耶夫从小就开始学习外语。从事外交职业后，托卡耶夫独立撰写过《中亚之鹰的外交战略》《从中亚到世界》《制胜外交专著》和《政治家随笔》《光与影》等书籍，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关于他的成长经历，在《溯流而上：忆我的父亲》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50年代，我家的住房条件很差，全家挤在政府分的公用房里的一间屋里。父亲是家里唯一养家糊口的人，除薪水外，他不时还能收到某篇文章或某部书的稿费。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家就像过节一样的热闹。一个人童年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对他终身的这个后来的从政或者其他的工作经历都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他从小就对民生疾苦，特别是在苏联时期，对民生疾苦了解的比较深刻的，我想是他内心的一种从小就建立的一种政治上的这种愿望。在托卡耶夫成长的路上，尽管家庭条件并不优渥，但父母还是竭尽所能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并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家从不缺少书籍，藏书颇丰，我们总是大量阅读书籍，父母什么都能节省，就是在书籍上从不吝惜。读书让我梦想成为国际新闻工作者，在少年时期，我特别想当一家大报社的驻外记者，所以我就对父亲说，我想上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我的这一决定得到了他的支持。1970年，17岁的托卡耶夫考上了著名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中文专业。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外交学院，它是给苏联的外交部培养高级外交官的。在莫斯科，许多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孩子因不适应那里的生活习惯以及学习上遇到的困难，陆续又回到了阿拉木图，托卡耶夫则坚持了下来。大学毕业时，托卡耶夫面临或是成为苏军总参情报局特工，或是进入苏联外交部当一名外交官的两种选择。他在《溯流而上：忆我的父亲》中回忆道，父亲稍微沉思以后说，无论如何应拒绝军事部门的建议，我担心你会被当作炮灰，现在间谍很多，但像你这样经过精心培养的却少之又少。托卡耶夫最终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走向职业外交官之路。1975年9月1日，托卡耶夫走进了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外交部大楼，成为一名苏联外交官。3个月后，他飞往苏联驻新加坡使馆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出现缓解迹象，苏联外交部派遣托卡耶夫等人到北京语言学院研修中文。托卡耶夫在语言学院的老师刘世琴至今对这位学生印象深刻。他给我的印象，一是高大英俊魁伟，这个学生当时呢都非常守纪律，不谈政治，遇什么事情都请示，非常懂礼貌，非常小心谨慎，学习都抓得很紧。刘世琴教授的是新闻听力课，要求托卡耶夫所在的班级观看电视片，然后自己查找资料，重新写解说词，并用配音的方式来锻炼他们的听说写异能力。课堂外，托卡耶夫通过读新闻报纸、钻胡同与人交流等方式来体会和加深汉语在官方和民间的应用。他就说，在课上就说男主外女主内什么意思啊，说汉字就可以知道啊，男上面一个田下边一个力，就说男的是卖出力气干农活，安是什么呀，一个宝盖下边一个女的，女主内家的才能和谐，
这就是他对中国的文化、对汉字的认识，一般人他不会想到的。这个他说中国人不说这个不是什么意思呢？领导说有什么事你一听他说我们研究研究这件事啊，就没办法了。哎，这是他观察到的。进修结束后，受苏联外交部器重的中国通托卡耶夫随后在驻华使馆任二秘、一秘、参赞，并参加了苏联的高级外交官培训。正当托卡耶夫踌躇满志，准备施展才华之际，1991年底，他为之效力的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了。就我为你效力了这么多年，突然有一天你不复存在了，那等于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之前我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那我那么多年的付出意义价值何在？据他回忆啊，当时呢，俄罗斯呢希望他留下，而且呢，你留下，将来就去越南大使馆。在这时候，你回还是不回？那应该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他那时候啊，非常的不知所措，他就是已经到了极度了。这时候呢，他给他妈妈打电话，他妈妈支持他回去。没有自由的民族，没有未来。这是托卡耶夫的父亲经常重复的一句著名的哈萨克斯坦谚语。此时的哈萨克斯坦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权衡之下，托卡耶夫决定回到哈萨克斯坦。因为他是出生于哈萨克斯坦，而且哈萨克斯坦在历史上曾经是有过独立建国的，所以在于哈萨克斯坦人内心，他一直有一种重新建国的梦想。而苏联解体之后，恰恰就为哈萨克斯坦重新建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这个是二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然后，而托卡耶夫正好处于这样一个历史的重要的转折期，那当然也就是他建功立业的最好的机会，所以他就转到了哈萨克斯坦外交部。1992年，托卡耶夫以哈萨克斯坦公民的身份进入哈国外交部，迎来了他外交生涯的机遇与挑战。哈萨克斯坦位于欧亚大陆中心，西北部的乌拉尔河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国土面积约272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内陆国家，矿产资源丰富，几乎拥有整个元素周期表中的矿物质，此外还蕴藏了大量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从苏联的制度中能继承的或许是一定的经济管理技能，但他没有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没有外交机构，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哈萨克人极度的缺乏职业的外交官，啊，托卡耶夫就在这个时候回到了这个哈萨克斯坦，所以他有这么好的这些履历的话，那肯定会得到重用嘛。托卡耶夫在哈外交部的第一份工作就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中，托卡耶夫就掌握了俄语、法语、英语、中文四种。苏联时期丰富的外交经历和出众的语言能力为他奠定了很高的职业起点。为托卡耶夫外交生涯赢得良好开局的是在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授意下对核武器的处理。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是主要的核武实验场。哈萨克斯坦独立时，境内留下1000多枚核弹头，数量甚至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总和。在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先经济后政治的政策下，消除核武器，为国内创造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成为哈国的当务之急。托卡耶夫作为主要的执行人员，他同俄罗斯开展密切的会谈，他跟美国和西方国家开展密切的会谈，最后造成了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核弹头圆满的销毁或者部分退还给俄罗斯，顺利的解决了哈萨克斯坦拥核的问题，最终把哈萨克斯坦变成一个无核武器国家。自愿放弃核武库，此项决定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哈萨克斯坦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安全保障，这是国际外交史上一项特殊和空前的行动，对于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核不扩散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哈萨克斯坦也迎来了外交承认的巨浪，对哈投资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高层会晤、谈判，这些都为哈萨克斯坦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1994年10月，40岁出头的托卡耶夫升任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而这距他出任副部长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任外长的时候，那实际上就是总统身边的人，你负责外交事务嘛，他就直接走上了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领导层，啊，就成为了纳扎尔巴耶夫应该是身边比较亲近的人了，因为这个纳扎尔巴耶夫的这个所谓的就是最信任的人这一个群体。从1994年开始，托卡耶夫担任了5年的外交部长后，1999年10月，托卡耶夫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总理。2002年1月，托卡耶夫辞去总理职务，再次担任外交部长，直到2007年。托卡耶夫说，外交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平衡，这其中有施压，也有让步，有行动，也有谈判。担任外长期间，他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中亚无核武器条约》。2008年，托卡耶夫以哈萨克斯坦参议院议长身份当选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副议长。2011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宣布任命托卡耶夫为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联合国副秘书长。当时不仅是在哈萨克斯坦，在中亚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所以托卡耶夫是有很高的威望的，不光是在哈萨克斯坦，在整个中亚他是有很高的威望。在苏联解体前的1989年，49岁的纳扎尔巴耶夫成为哈萨克斯坦苏维埃主席，这是苏联时期的最高级别官员，能进入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决定国家的未来。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先后举行过5次选举，纳扎尔巴耶夫都以超过95%的得票率连任总统。在他主导的多元外交策略下，哈萨克斯坦和欧美等西方国家密切往来，同时和俄罗斯、中国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为国内开创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2019年，年仅80的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去担任了近30年的总统职务，总统权杖交给时任参议院议长的托卡耶夫。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ның конституциясы мен заңдарын қатаң сақтауға міндетін адал атқаруға салтанатты түрде ант етемін. Құрылтай 交接搞不好要出现大乱子，所以他也在思考这个交接班的问题，他没有想说我要把权力交给一个多么强势的人，就需要一个忠诚的人，因为托卡耶夫长期是外交官，不是地方大员，他自己没有根基。另外呢，就是他非常正直，所以就是纳扎尔巴耶夫当时就是考虑了这些特点，才选择了托卡耶夫。托卡耶夫就任总统后，签署法令以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努尔苏丹重新命名首都，随后托卡耶夫又向议会提交法案，要求授予纳扎尔巴耶夫对政治决策以及外交、国防、内政三部之外所有任命的否决权。纳扎尔巴耶夫依旧担任执政党主席和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国各界将此局面称作双核政体。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这个职务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直接掌握着枪杆子。托卡耶夫是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实际情况还是纳扎巴耶夫他是幕后的领导人。托卡耶夫他非常的长袖善舞，非常的韬光养晦，而且很多敏感的问题啊处理得非常的妥当，同时他也在忍耐，他在等待更好的一个机会。2022年新年伊始，
哈萨克斯坦进行石油天然气价格调整，每升的价格从约合人民币的 0.88 元上涨到 1.75 元。价格的调整引发西部城市曼格斯套州扎脑筋民众的不满，近百名群众聚集在政府大楼前，要求稳定气价。在政府将天然气价格回调到原来水平后，抗议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总统托卡耶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一场由生活成本上涨引发的抗议游行演变为哈萨克斯坦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骚乱。当时情况非常的复杂，因为一时半会儿搞不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的颜色革命，还是他们有兵有刀有枪想夺取政权啊。而当时纳扎巴耶夫已经退休了，他继续是控制着军队，但是军队方面也没有迅速的平息这个叛乱呢。为了快速平息国内骚乱，托卡耶夫宣布纳扎尔巴耶夫不再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由他本人担任，同时请求吉安组织成员国启动共同防御条款，帮助哈萨克斯坦应对国内局势。他非常聪明的就跟普京打电话，就是开始讨论抓住这个时机，然后普京也就同意了。这个是在吉安组织历史上就头一回。Но террористы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аносят ущерб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 и частному имуществу, применяют оружие в отношении граждан.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м органам и армии мною дан приказ открывать огонь на поражение без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1月10日，骚乱逐渐平息，城市逐渐恢复平静。托卡耶夫宣布，整个事态是一场政变，恐怖分子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总统的权力。我认为啊，1月骚乱是改变了世人对托卡耶夫的看法。之前都认为他是一个听话的、会执行的一个官员，不是政治家。其实他是一个果断的啊，一个具有这个高超艺术，而且是有非常智慧的、坚定的这么一个意志的政治家。俄乌冲突爆发后，哈萨克斯坦既没有支持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也没有参与西方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托卡耶夫深知，这种微妙的平衡就是哈萨克斯坦与外界相处最为合适的方式。平息国内骚乱，远离大国纷争后，今年3月16日，身兼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及哈萨克斯坦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托卡耶夫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在国内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他称，先经济后政治的模式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非常有用，但目前已不适合国家发展，因此需要进行政治转型。哈萨克斯坦必须彻底告别寡头垄断，主张削弱总统的权力，将部分权力移交给议会。此外，托卡耶夫还明确提出，他所有的亲戚家属不允许在政府部门，不允许在相应的国有企业担任重要职务，这无疑是让民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бұрынғы қарағанда қаталырақ бола бастаған сияқты, өйткені жемқорлықты тоқтатып жатыр емес па? Өз өзіне сенімі, сенімді болып келе жатыр. Өте ұстамды кісі, сөзге өте сондай жаңағы шебер, және сөздерінің бәрін дәлелмен жақсы сөйлеп отыр. Әр отбасы ол бір мемлекет. Ол бір мемлекеттің бір адам басқа әрең басқарып отыр, ал бүкіл елді басқару ол оңай тірлік емес. Жаңа Қазақстанды бірге құрайық. Алдымызда тұрған ауқымды міндеттер бар. Көп жұмыс бар, сондықтан бәріміз бірге бір ел болып осы міндетті атқарайық. Құрметті жастар, бірге болайық, бірге жұмыла еңбек етейік. Тұғырым мағым. 托卡耶夫说，哈萨克斯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他似乎做到了。今年6月为推行改革进行的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他获得了77.18%的高赞成票。这也是国民对建设持续民主和稳定的新哈萨克斯坦的期待。而国家转型正遇上大国博弈的激烈紧张局势。上周末，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来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这也是俄乌冲突以来两位领导人的二度电联。此前10天，他也与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
他既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走进西方，对冲风险，又积极参与连通中国的里海走廊的探讨。外交总统托卡耶夫纵横捭阖，他说要谋求的是更多的国家自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琳，再会。